大家好，我是北京北京记忆。今天我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非常特别，有一种叫做街坊情，因为这种情，胡同的每个人都是咱们自己家的人。有一种叫做发小情，因为这种情，即使搬离了胡同以后，我们彼此联系少了，但是一旦我想你，我还是会一个电话给你，哥们儿，我累了，陪我喝几盅。至少有十年不曾流泪，至少有十首歌给我安慰。我叫小顿，小顿，对，这院只能是称呼小顿，大名没法称呼，大名叫庆孝轩。所以说我这个四百这院是这样啊，今年63，好，我是最小的，好多都是最小，他们都是我哥哥他们。我叫吴志英，我从小从这儿长大的啊，我1955年出生，这是我爱人，82年我嫁给他的，我躲开了，完了后来我还是在这儿住，等于是05年我们整个才搬走，一直在这儿住好多年。我是这院的姑爷，刚才不说了，我说了一次哈，我住不远，就是在园子那块儿。哦，我叫何建强，小名外号。叫何三，从这儿生的，从这儿长的。我们家1937年住这院，这是我们家的肇庆会馆，我们家老家就是肇庆的。哦，我们现在已经都走了，全腾退都走了。现在这院我们再回来看一看，确实我们感慨万分，因为在现在再恢复整院啊，也不会有原来的模样了。没错，叫那个艾向群，今年68了。我是从小在这儿长大的，那个我也是原来我姥姥原来也是那个广东那边30几年一起来到这个院儿，然后我姥姥我妈妈我都是在这儿长大的，从小在这儿长大的。今天是故地重游，这是我爱人叫郑文娟。哦，啊，我今天陪她来非常高兴。我们结婚以后就在这儿住了，就在这儿，就在住了几年。后来呢，因为照顾孩子搬走了，但是非常想念这儿。今天我也特意赶过来。小明呢，在这边起家，叫小东。我们家也这边老街坊，是吧？我父亲都是从这边生这边，这边我们家是老广东，啊，广东高邮县，一直就这边生。我也是高邮县，因为高邮县也是高邮，是吧？我们高邮县，啊。所以说这院了，这次回来感觉特别激动，而且特别的高兴，还有一个老街坊啊。原来刚开始这个空子这边是多位，是一个打通的房子，现在旁边慢慢邻居多了。这还是原来的吗？这都变了，都拆了。过去都是瓦房啊，这都是瓦房啊，你知道吧？都给变了，这都变了。明白了，这都是前厨房子后厨煞的房。这房子全都拆了啊，都给拆了。嗯，啊，明白了。这里院呢，还一个院呢，你知道吧？就这个楼这边是吧？啊，对，那不是给红墙那哈啊，这是北京典型的大杂院。大杂院，具体人口我可就不知道了。嗯，你知道吗？嗯，反正一家啊都是，最多的是5-6个孩子。对，啊，最少的。3个也得三个啊，真是，很少有这个一个的独生子，没有，太少了，就一家有一家。哦，对对，你给我大概说一下。什么用？他妹妹，是他妹妹，鲁华他妹妹，鲁华他妹妹，你都不熟呢。嗯，是吧？满身就搞这房子，嗯，最淘气的就是我。嗯，您小名叫什么？我小名啊叫二秃子。哦，那您现在怎么有头了呢？他一直就长来的。我在这生活了有61年了。61年。哎呦，啊，两口子。对，这是我爱人。81年嫁在这院了。哦，真好，真好啊。
兄妹俩，啊，这是表哥，啊，是我姨家的孩子，啊，对，然后我是63年到72年在这个院，对，然后72年我是转学转走了，对，然后表哥呢，我们家是那个赵金会馆啊，就是我们家，就是过去我外婆外公就在这儿，哦，我们家是9年就来了，老弟弟，我是58年出生就在这儿，哦。家里面那时候有我的三个舅舅，嗯，一个爷爷，嗯，我们住一个院。对对对。看来你们祖籍都是广东的，都是广东道教。对对对。啊，真好来了。这个铁树斜街86号，应该说这是你们的在北京的老家。对对对，可以这么说。最早叫李铁拐，李铁拐斜街。68号，这是68号。咱65年时候改名叫铁树斜街。大名叫冯一中。哦。60多年了吧，在这住。60多年了。对，亲姐儿俩。是。我是姐姐，焦秋文。嗯。这是我妹妹焦秋芬，小名三妞。一说三妞，谁都知道。但是呢，和这个院也结下很深的感情，然后跟那个老街坊一般也都有来往，跟发小们很亲近。嗯。叫二乖，二乖，我就出生在这个地儿。我爸爸呀，7岁到的北京，90岁走的，他就没回过广东。哦，我这搬走也得有30-40年了吧？现在还是原来，感慨万千。今天太不容易了，全是老街坊，一看，谢谢啊。中国来广东的啊，肇庆的啊，来来来，广东没介绍的，大家没介绍的，我们广东肇庆的，啊，广东的，广东的肇庆，广东在中兴，我们都是肇庆人，啊，高要县的多，我管你六叔叫六姓，对，高要县的多，还有没有啊？广东的啊，我们是广东老乡，广东老乡，广东老乡，老住户了，我们有最早从八。人均的时候你就到这儿了，特别近的这是。我们是广东肇庆会馆的，我叫马俊元，今年83岁，我是原籍是广东人，始终就在这院住。我叫梁鹏章，在这院里呢，小名呢叫梁胖子，大家都比较熟悉。我呢是我们家是1953年搬到这个院里的。我呢，就住在传达室哦，给大伙把门的。嘿，哎，那您现在不胖了啊？现在不胖了？现在也不瘦。我呢是这个院生，这个院长，这些老邻居、老街坊都非常熟悉。这是后搬来的，56年了吧，差不多。搬到这院和大家融为一体。我叫马琳琳，大名小名呢，大家都知道，管我叫文燕。我是在这院土生土长的，至今呢还留在这院。退出了呢，我将来这儿还有一间自管房，走不了，我还是这院的老人。将来呢，这些大家们来呢，我这是聚集点，我希望大家呢就以后到这儿常来聚，常来聚。对，我是从南屋嫁到北屋的，哎，我们俩是从小发小，对，这有3对，我们是最小的一对。等会儿，我叫吴志清，等会儿您和小名是老虎，小名老虎。哎，我在这个是土生土长的。这对，这是我妹妹，这是我亲哥哥，啊，亲哥哥，对对对，哥哥，嘿，对上了，哦，长得还真像，像，哎，别说啊，那个我在这儿是住了60年了，叫张六，小名张六，小名张六，就叫张六就完了。哎，我也是这儿生的。叫张桂仙，张六的姐，二姐。我最熟悉的就是六哥和六嫂啊啊，所以呢，老熟人啊，所以呢，熟人有幸跟大家啊，对，这是我东哥，这是我哦，东哥好，这是我干哥哥啊，我妈的干儿子，认的干儿子，那就亲如自己儿子一样，对对，一样。这次呢，我们呢就是把大家多少年有50年没有见面的，我们今天都聚在一起了。我们非常的高兴，也感谢你们，谢谢，来啊，5、4、3、2、1，我们在这欢笑。
30年没有了。很关键的这词儿，几十年。啊，来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。今天86号院北京人的故事先讲到这里，下期将有更精彩、更多故事介绍给大家，请关注北京记忆，欢迎评论留言。